好的食材，总是让人没有办法拒绝。那所以，你是因为这个才放我进来的？不全是，因为你的用心良苦。不过，可能会让你失望了。我回来了。呀，客人都已经到了呀！你好啊，小姐姐，我叫楠楠。可真漂亮，这小姐姐。生日快乐！啊，谢谢。白，我今天可累死了，忙了一天，连口饭都没吃。喝口汤。哦，有点烫。啊，真好喝。快坐吧。 所以，这人世间的美妙之处，从来都不是如愿以偿，而是阴差阳错。来吧，尽这妖娆的人间烟火。